是要来参加最重要的是原住民故事馆全新的启用。那最主要这里大家都知道的是之前的七宝，然后总共也编列了6000多万的这个预算来进行整编，也要特别感谢中央原民会的支持，补助了4400万。那今天落成，我们除了说让原来的这里这个包括说这些漏水还有这个地质的地桩地底的这个地板的这个改建之外，那也包括了部落大学的开学，那另外增加了包括原来的博尔这个原博馆的部分的这个产品创作作品等等移到我们的原民故事馆，也在增加了包括长照就业服务等等多功能的这一个公共服务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增加那我们都希望说，因为在我们前镇这里其实前镇小港区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也非常的多，那其中也包括在都市原住民其实也非常欠缺大家聚会相关的一个场所，所以除了说在这里之外那我们另外在北高雄的我们的眷村里面也有原住民的原创馆也增加的包括在屏山国小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原住民的聚会所以及男子射箭场原住民的一个意向都希望说能够让我们都市原住民的朋友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聚会活动的一个场所，那这里当然也是大家感情信仰的一个感情联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参加原住民故事馆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要感谢我们包括王义雄议员范志清议员、陈信夫议员，还有范高同志今天没有来很多，还有胡立华立委的预算的一个争取，真的要特别感谢。那我们邱毅委员他的选区也是原住民的选区，他对原住民故事馆也非常的关心，在预算的一个争取，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忙，要表达感谢。是的，那我们再见。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好，那个陈新吴的原民博物馆，大家都很期待，目前进度怎么样？首先我要谢谢高雄市政府。过去这几年呢，已经陆续完成了可行性评估，然后呢，都市计划变更去年底也就已经报内政部核定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跟国发会针对我们新建的这个综合规划呢，要做最后的这个讨论以后呢，再跟院长做最后的报告，大概进度就可以往下走。那事实上我们。从去年开始，有关博物馆的预算的编列，我们已经开始筹编了。去年已经编，今年也有编，那就等待综合规划报告完成之后，就是院长经过综合规划报告之后核定了，我们就可以去往下。我们有个骑乘啊，今天要把它送个大礼。今天的大礼就是已经进到综合规划了，所以规划一旦核定，就继续会往下走，就是进入到工程实质的规划。达冈部落之星，高雄部落大学。牛米莎，牛米莎，来好，来好，马基姆姆，马基姆姆，妈妈张牛，妈妈，这个我一定要好，一定要好，这个一定要跟我们主委报告，我还学了好几组好，今天限于时间，爸爸跟你打个招呼，只能讲到这里哈，给陈其迈市长干部。Second hand, I can see you.
陈其迈市长，我是陈其迈市长，刚刚用阿美跟布农语，真的要非常感谢为这件事情努力的很多的好朋友，最重要是要感谢我们主委的我们宜江主委，这个给我们4400万的这个这个补助，总经费是6300万左右，真的假如没有我们原民会主委的这个大力的协助，那当然也会有我们古丽华委员还有我们其实是我们原住民最好的朋友我们的邱怡莹委员说邱怡莹委员最像原住民其实是一种称赞是一种赞美的因为每一个原住民的姑娘都很漂亮所以我们向两位我们的女委员表示感谢我们热烈鼓掌好嘞好嘞好嘞第二个我也要特别感谢议会包括我们几位今天在的包括也还有高中德的议员我们陈信夫议员王义雄议员范志兴议员其实在议会里面我们市议会有很多预算会有很多讨论但是只有原住民的预算没有一个人敢删而且还要不断的加码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预算就原住民的组的相关的这个预算已经到1.27亿这个还不包括说我们中央的一个补助那我们吴委员是我们茂林的女儿不管是茂林桃园还有这个妈妈乡几乎所有的重大的这些活动我们吴委员都这样上山那有时候这个桥断了然后还要涉水过去真的是令我非常感动那我也要谢谢我们郭秘书长因为秘书长他是学工程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指派我们郭秘书长要负全责所以经过包括我们的城乡包括我们的地下室淹水还有整个工程的补强那到我们的部落大学还有我们的 ARVR 的数位学习中心包括我们园博馆到这里设分店以及我们在北高雄也推动了这个眷村里面的原创中心等等这些都是接触了说其实诚如刚刚吴委员所特别提到我们高雄原住民族才是我们这个城市真正的主人所以原住民族是我们高雄的第一民族有16个民族里面16个民族在我们高雄都有很多原住民族的朋友在这里落地生根所以我想不管我们市政府在这几年包括这个我们园运会我们的补助都已经超过几千不知道超过好几倍每一次我们的原住民族的朋友都很喜欢运动而且也非常的厉害每次都办最佳预算一直在最佳奖金的项目那我们不怕奖牌多了预算不足的话我再跟议会来跟他们报告那我相信这个绝对没有问题那我们也希望说除了说在运动除了说在部落大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长辈的照顾所以这里会有一个高雄我们第一个这个的一个我们原住民族的这个日照中心我也希望说能够提供我们高雄市原民会主委阿布斯他的母语欢迎哦谢谢市长因为你2年当4年拼挟着你曾经有管理治理高雄市的经验立法院的经验行政院副院长的经验真的短短这几年让大家看到什么叫效率谢谢你特别刚才宜江主委所说的我也在注意您能够具有相当的文化敏感度让我们阿美族的头目能够坐在 C 位真的非常的感动这个是来自你内心你的一个习惯
真的谢谢你。在这里也要特别的来向我们的一将主委说一声谢谢，因为在这么些年，全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原住民文化的设施的各项的一个经费需要投注。我知道他对我们的高雄用心很多，包括刚才所提到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原住民族博物馆要在高雄，这个是几十亿的大工程，而且是举世瞩目的大工程，我们给自己打告一个掌声好不好？掌声。我在这边也要谢谢邱毅英委员，他其实长得比我像原住民，但实际上他也真的爱原住民。各位，我每次来高雄，不论是茂林、纳马夏或者是桃园，我一定都看到他在，这让我非常的惊讶。甚至是今天来表演的大舞龙，他也都跟他们非常的熟，这也不是装的，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其实是跟着我们的几位原住民籍的议员，范议员、王议员、陈议员，还有高中的议员，我们其实是一并的来这个地方，要谢谢我们的高雄市府，谢谢原民会的主委，谢谢我们非原住民籍的立法委员以及非原住民籍的各位市议员，所有的高雄市府团队，所有的乡公所，我们今天的区长，像杜思伟区长也都有来。我想带我们所有的原住民籍的乡亲朋友跟大家说一声，真的很感谢，因为过去南台湾我们都称它叫打告打告打告，以前这里我们都属于高雄州，包括屏东也都属于高雄州，今天县市合并，我们称它为高雄都。这里有陆海空的优势，这里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型的都市，我们有幸在这里十六族同在，我们的平埔族的族群也同在，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大家眼中有我们，我们也会为这片土地一起的来贡献，越本土越国际，越扎根越茁壮。希望呢，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不论是哪一族的原住民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跟这个伟大的城市一起的迈向国际，好不好？好，谢谢大家。阿赖阿赖，亲爱的宝贝，我在这里。我无形文化是有非常重要的传统工艺，台湾这个传统曲布。好，这个同时我们也要邀请我们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委以及我们高雄原民会主委以及我们坐公车，所以呢后面那个是车头，哎，车尾，我是车头，在好了，我刚刚有说什么？我们唱那个只在独沙独路，会唱的来一起来唱好不好？还蛮大的，然后还有一些注意教材，还有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像什么儿童游乐设施啊，我觉得带小朋友来可以学主语，然后还可以玩一些亲子的游戏，好不好玩？好玩。好。放掉。